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地狗犬，这个名字，所以狗犬正确的名字是叫做地龙犬，也是属于南犬的一种之一来的。所谓南犬，主要就是双脚的南犬之中，地龙犬是比较注重双腿的运用。双腿软，棉花硬似铁，以硬为主，必须铁。狗犬闹着玩。其中有一招绝招叫剪刀腿，非常厉害。其中有一招呢，就是递起只脚嘅。这招狗撒尿虽然不大眼光，但是挺实用。要是对方下盘中这一脚，那可就够受了。呢度犬亦都有表现出嚟嘅。有养狗嘅朋友，不妨多啲观察下。喜欢养狗的朋友，或者会学到几招。你们会不会有狗的动作中学到一招半式呢？